2013年夏季的第二天。晴天跟晴天，然后今天的运气很差。我还有什么东西忘记做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哦，好，四颗宝石。我觉得这边也开始要铺路了，它开始会长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了。铺下路吧。虽然说我两个地方好像都是同一个颜色啊，为什么感觉还一条就怪怪的、啊？还是说这个会比较好一点？哦，一条的话这个会比较好一点。OK， 最后一个地方，这边弄完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虽然说江岛它不会有那个乌鸦之类的问题，可是他还是会把那个土地就是弄成没有化物。买下一些 MCO 吗？早就 MCO 了，再不 MCO 整个国家都要没了。我家的孩子啊，你不要看到什么都玩好不好？我发现我家的孩子。很喜欢把家里翻一片的那种感觉。OK， 走吧，先左下。这里我们要做什么？这也是重点。因为那边因为把那东西移过去之后，那边就空了嘛。空的话，那要做什么？吧，没想法。原本是想说放蜂蜜的，放一个蜂巢，可是想到之后的那个后续收东西的那个时段，我就有点不想放了，好麻烦哦。哦哦，鸵鸟，鸵鸟来了。鸵鸟，铃铛好了，我们有鸵鸟了，各位观众。哦哦哦哦，是鸵鸟。我们有鸵鸟了，我们有鸵鸟了。我们接近100%，更进一步了的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，我看一下，所以我们需要西红柿加甜菜，西红柿甜菜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西红柿，有甜菜呢，甜菜我冰箱我记得还有。OK， 西红柿甜菜，然后还有什么啊？鱿鱼这，鱿鱼是几时才可以钓啊？小白菜。小白菜我有，可是剩下的那里面有没有我就不知道。等一下哦，有，哎，需要小白菜料理是哪一个料理来着？哦，没有蔓莓。蔓莓果卖掉的吗？等一下，拜拜。哦，还有，要冬天哦，完了，我要去跟那个
我要去跟齐先生买那个鱼饵来钓的吗？我钓的那个鱼饵是无视范围、无视环境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有黑莓耶，完了，所以我这样都还要多一年，对不对？香蕉，香蕉有，香蕉、芋头、椰子、菠萝、辣椒。芋头好像被我卖完了，辣椒我还有。哎，芋头我有哎 ，OK。好，所以我差一个还没拿到，两个还没拿到，水跟水啊我要开始去讨好好感度了，这些拿出来吧，好烦哦！哇，我这边也满了，我是不是要再买多一个冰箱回来了？最多我们就跟那个七先生买鱼来钓嘛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也需要很多鱼。啊，安诺杰斯特 ，OK。我们先来找他。哦，我对于准备这些样这些样本很不在行。啊！啊！糟糕！哑巴，整个样本都被毁了，哈维会把我杀了。他说：“浩伟，这是纯意外吧？”犯什么？我听到东西打碎的声音，我不小心碎了一个样本，真是对不起。妈祖，谢谢你告诉我真相，不用担心样本，我们会再采集一份。你看，人家不会骂你嘛，怕我，怕我。谢谢你对我的包容，哈维医生。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燕奶，你脸色有点苍白，你还好吗？是奶奶。拿去，好，叭叭叭叭 ，OK， 这边完成，接下来 ，Abby 不在家 ，OK， 我看一下啊 ，Jody， 我看一下我跟你们的好感度啊，你给我点时间。就底还差一点点，所以我还是要给他一点钻石。他的话差很多，他应该会喜欢蔬菜炸会吧 ？OK， 然后 Jody 的话，钻石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Money 满了 ，Money 满了就拜拜。Pierre， 我记得我跟你好感度很惨。没关系，还有几个人更惨的，还有几个人更惨的。OK， 这边解决，接下来 Alex， 我跟爷爷好感度好像是满的。哎 ，Alex 不在家，好吧。比如宝宝，哎，别说了。跟我家宝宝不知道为什么好感度也特别的低。什么叫你不受女孩子欢迎？你当海蒂是什么？人家多关心你呀、啊，每天都在找你耶。好了，我其实跟海蒂也很低。哦，他喜欢粉色蛋糕，喜欢粉色蛋糕就不是问题了。
我在想，我要想这个吗？长大后要娶佩妮为妻，叛逆为妻，行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这小孩你有梦想，姐姐我支持你的梦想。Hello there， 我带了钻石给你。然后接下来，我们要去玛丽家，要去找 Jess， 然后给他这个粉色蛋糕。然后把这些蛋糕全部出货掉。他睡觉了。好了，乖宝宝，早点睡觉也是对的啦。煮好了，可是我要亮什么、啊？我问我够不够哎、欸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我觉得够，只是它是金色的，会有一点点的不划算，一点点。我突然觉得我种了杨桃哦，也可以拿来这边酿酒了。我还一个松子还没放机器，有吗？都我放吧，有啦，都我放啦，不要吓我。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过去那边一趟，我先把我松子放下来先，爆满。哦，对哦，还有香蕉还没收哦。OK，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哦喂，我可以买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希望还没有关店。他关店的话，我就要哭了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关店，你真棒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好、哦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走吧，回家吧。我们接下来的任务目标应该就帮潘妮他们建好他们的房子先吧？有没有？要不然他们的房子一直都那样，好像有点尴尬。然后我好像又忘记一件事情了。齐先生需要的五彩碎片。我完全把他给忘记了，给点时间他。我有20多个，哈OK， 可以了。那我们再买平日仪式的名单。剩下的东西可以先放这吧。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完成的65%，我们还有5颗金核桃还没找到。好朋友也是52%。呜，哎、欸，算不错了啦，我们离100%已经很接近了，还有一个35%，觉得说剩下35%都很困难，就是。好、哦，走吧，睡觉吧，可以了。我们今天总共赚了44,700。那个茂美果的那个酒真的很低，也不是我要说。好，走吧。